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1 ስለ ቤተሰብ መናገር ልምምድ ኒ ዮጂገ ሜይሜ 我有三个妹妹。 你有几个妹妹? 我有三个妹妹。 你有几个妹妹? 我有三个妹妹。 你有几个弟弟? 我有两个弟弟。 你有几个弟弟? 我有两个弟弟。 你有几个弟弟? 我有两个弟弟。你有孩子吗? 我有两个孩子。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 你有孩子吗? 我有两个孩子。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你有孩子吗? 我有两个孩子。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他几岁? 他六岁。他几岁? 他六岁。他几岁？他六岁。你家有几个人？ 我家有三个人。 你家有几个人? 我家有三个人。你家有几个人? 我家有三个人。你爸爸妈妈 都好吗? 他们都很好。你爸爸妈妈都好吗? 他们都很好。你爸爸妈妈都好吗? 他们都很好。